小心翼翼的搬运物品，此去志工化身搬运工人，要为独居的余女士进行搬家。平常跟她常常在互动，啊，这次因为就是房租的关系，所以她找到这个新的地方，也感觉上蛮好的。64岁的余女士因为脊椎开刀无法工作，这些年领政府补助金为生，得知她体力状况无法搬家，志工随即来协助。志工师姐，大家齐心合力，帮忙救之前，我能够顺利让她能够搬到新的环境，感谢大家的关心关怀，谢谢。 看到志工不辞辛苦来帮忙，余女士感动在心。虽搬离不同行政区，志工往后仍会持续关怀。大安新闻郑夏美志工郭采儿、刘家志高雄报道。